很感谢大家来参与福裕这次的 Smart Eye Control 4线上发表会。我是行销部门的技术行销工程师，今天将由我为各位进行介绍。在今天的发表会中，我们对 Smart Eye Control 4新增了多种功能，例如线上动平衡、智慧砂轮修整等功能。我们也针对控制器人机界面进行了更新，后面会一一为大家讲解。接着我们会针对 Smart Eye Control 4的硬体与软体分别进行介绍。首先将为大家介绍 Smart Eye Control 4的硬体。我们来比较一下 Smart Eye Control 3与4的硬体差别。轴数从标准支援6轴增加至8轴，最多可扩充到12轴。萤幕从标准 10.4 寸新增选配15寸触控面板。储存空间从 512MB 升级至 4GB。Smart Eye Control 4现在标准配有加速规、检测主轴资讯、IO 扩充，除了原本的 RIO 以外，新增支援 SRI 通讯。Z 轴驱动的部分，除了原本的单驱动外，在 FNG 12与16系列可以升级为双驱动版本。RIO Basic 模组支援96个 IO 点，新增的 SRI 通讯最多可以扩充到16个模组。接下来这一部分将为各位介绍 Smart Eye Control 4新增了哪些软体功能。首先我们先来介绍线上动平衡。我们都知道以往都是透过师傅进行砂轮平衡校正，这种传统的方式实在是太费时。这次我们在 Smart Eye Control 4新增了线上动平衡功能。有了这个新功能，能够有效减少砂轮运转中的震动，并减少工件震纹，提升工件表面品质。线上动平衡跟传统的静平衡相比，校正时间从12分钟减少到4分多钟，能够大幅提升效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线上动平衡的介绍影片吧。接着福裕在 Smart Eye Control 4新增了一个全新的功能，智慧砂轮修整。控制器能够自动检测砂轮当前的状态，当砂轮磨耗到一定程度时，自动进入修整状态进行修砂，使砂轮能够持续保持锐利的状态进行加工，让研磨品质更加稳定。经团队测试，可以有效确保加工表现并提高加工效率。接着我们来介绍下一个功能，智慧研磨辅助系统。新增的智慧研磨辅助系统能够自动根据不同状态下选用适合的机台参数，在轮廓修整时有较好的轮廓精度，平面研磨时有更加平滑的幻象，提升加工品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智慧研磨辅助系统的效果吧。看下一个令人期待的功能， Smart Eye Control 4现在内建 Gridcam， 能够以 DXF 的格式汇入砂轮轮廓并修整，且无需额外付费。使用者可以使用 Gridcam 汇入砂轮轮廓，搭配无论是单点式钻石笔或是碟盘式修整器进行砂轮轮廓修整。接下来我们来快速了解一下 Gridcam 在 Smart Eye Control 4的使用方式吧。
接着在加工品质的部分，我们进行了改善。我们新增了工作台平滑功能，对 Smart Eye Control 4的轴向控制进行优化。有了这个功能，现在能够使工作台幻象更加平滑，减少工件表面幻象时所产生的振纹。接下来，影片将呈现工作台平滑功能的效果。接着，我们在 Smart Eye Control 4新增了一个全新的应用方式——智慧研磨路径功能。控制器能够根据不同外轮廓的工件，自动生成最佳的智慧研磨路径。在研磨时，自动去除多余的切削路径，提升整体的加工效率。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智慧研磨路径的效果。看完了上面的介绍，除了以上众多的功能外，我们还为 Smart Eye Control 4更新了各种人机界面。第一个是执行加工 Plus 监看画面，我们将常用的加工资讯，如机器位置、刀具路径、加工程式与各轴负载都整合在同一个画面，省去繁复切换画面的过程。再来是研磨排程 Plus， 旧有的研磨排程的页面上，我们仅能够看到现在正在执行哪一个工序。在新版的研磨排程中，我们新增了监看画面，能够看到更详细的参数。再来是智慧诊断 Plus 画面，我们更新了智慧诊断的画面，透过设定常用的参数类别与号码，不论是检修人员或是操作者都能够轻易寻找或监控变数，让维修更简单。再来是 IoT 智慧管理画面，我们新增了全新的 IoT 智慧管理画面，能够监看各种机台资讯，如机台温度、负载与水机状态等资讯。再来，这个页面也可以让操作者可以清楚理解机台状态与产线状态。我们将使用者常用的功能建立在我们的 Smart 桌面上，例如机台坐标、程式编辑与加工监控等页面，让操作者在页面切换上增加许多便利性。再来，现在 Smart Eye Control 4可以支援多组砂轮修整资讯，未来能够搭配自动砂轮更换系统，来达到自动化的需求。现在 Smart Eye Control 迎来了全新的 3D 图形界面设计，整体更直观、浅显易懂。以上是我们所有的软体功能介绍，这里我为大家总结一下 Smart Eye Control 4更新了哪些新特色。在软体功能上，我们新增了线上动平衡、智慧砂轮修整、智慧研磨路径、工作台平滑功能、智慧研磨辅助系统、GuideCam 内建功能、图形对话支援多砂轮。在人机界面上，我们新增了 3D 图形人机界面、IoT 智慧管理画面与 Smart 桌面。我们也对研磨排程监看画面、智慧诊断画面与执行加工监看画面进行了更新。我们相信，在 Smart Eye Control 4有了上述的新功能，能够让使用者在接收到不同难度的工作任务时，不但可以轻松完成，也能够有愉快的操作体验。今天 Smart Eye Control 4的线上发表会到此结束，很感谢大家参与。若有其他问题，可以与各地区经销商联系，也欢迎直接联络我们，福玉将很乐意为各位解答。